国兴帮我写的，就是我们主动向刘国兴邀歌，他写这首快歌词曲都是他写的。看到舞蹈 demo 的时候，觉得说啊，有些动作好难，有些动作怎么样，就是跟以往的风格完全不一样，他完全不是我以往擅长跳的舞风。可是这就是我们的诚意，二十周年的诚意。今天看到这个场景有很兴奋吗？超可爱的，我们有很科幻感的，很酷的，然后有这种布景可爱的，但是其实我们穿的是很荧光，很那种 Y2K 感，而且是美少女嘛，对，很多美少女，对啊，就是我本人。刘国兴帮我写的，就是我们主动向刘国兴邀歌，因为其实从他那时候参加说唱的那个比赛竞赛的节目，其实我就有注意到他，一直到这一次就觉得快歌很想要找他合作，请他写，他写这首快歌词曲都是他写的，是个 B-boy， 我觉得他非常厉害，像这样子比较有一点属于王心凌个性的歌，然后再加上就是这样可爱的一个致敬。就是刚好有跟那个那种冲突感，就是非常非常的刚好。蛮辛苦的，可是跟他们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，因为我这个实在没有弹性，然后这边还稍微改造了一下下，不然它是全漆皮，一点点弹性都没有，我手根本举不起来，然后裙子也是全漆皮，真的是一丁点弹性都没有，我有一些弯腰下摆的那个动作是完全被
绑住，一点点弹性都做不了的那种。然后后来就是定了很多次妆，在背后做了一些些改造，才有可能到现在这个样子。然后这漆皮啊，就是跳舞嘛，就会流汗。这个只要有一点点汗，漆皮就粘在皮肤上，粘得很牢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穿这套衣服看起来很漂亮，可是我自己穿起来就是很崩崩瘪瘪的，不是很舒服。就很希望这一卡可以赶快的顺利把它拍完。可是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我就觉得 OK， 小巫见大巫，他们更辛苦。可是他们唯一就很热嘛，戴安全帽，这都是很不舒服的。但唯一让我羡慕的是，他们今天早上不用花时间妆发啊！我们为了这个漂亮的头发跟化妆，还有调整衣服的造型，提早了3个半钟头来到了拍摄现场。如果不用化妆的话，像这样头套一戴的话呀，哎呀，都睡3个半小时。然后这次的舞蹈老师是纽西兰的 Kyle 老师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他的舞蹈的一个编排的层次，所以这支舞我相信大家看到一定会发现这舞很好看，这个层次感、画面感非常足够。这也是我这次想要请他帮我编舞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。然后舞跟歌非常的贴合，对，所以那时候看到舞蹈 demo 的时候，记得好像说哦，凯尔老师说如果觉得太简单的话，他还可以再把它再弄难一点。我想说哦，这个跳完心跳都飙到150了，还要再往下吗？我这平常是有在运动的人哦，对，所以但是就是看到舞蹈 demo 的时候觉得说啊，有些动作好难哦，有些动作怎么样，就是跟以往的风格完全不一样，它完全不是我以往擅长跳的舞风。可是这就是我们的诚意，20周年的诚意，一首很好听的舞曲，很好看的舞曲。收工了，1、2、3，耶！谢谢，太棒的团队了，来，该拍360，该拍360了，棒的团队，非常的棒。这个我们进位都是，镜头校正，很专业，很棒的团队。镜头校正不要漏，镜头校正不要漏。